温情脉络，置身于陕南风光中，在最浓最深情的乡音中，感受时光流转的写意，品味客家红茶的独特韵味。陕南产茶，始于秦汉，盛于唐宋，千百年来当地人将茶视为灵物，是万物灵性的茶，融合当地的风土人情，历经三千多年的风雨洗礼，犹如一株山茶开在茶马古道，香韵却深植于每个人心中。红茶经萎凋、揉捻、发酵、干燥等工艺而制成。自古以来，陕南人对茶都充满了崇敬之意，在享受茶道之前，都要沐浴、更衣、焚香、敬气，以表达对自然的感恩和对茶叶的珍惜。彭祥人把这份感恩、珍惜与崇敬体现在每一杯茶中，以别致优雅的茶艺表演和纯爽甘鲜的汉家珍品，敬献给八方来宾，与您共赴这时光深乡。温杯结句，使茶具冰清玉洁，高山流水，只为涤净凡尘，洗尽世间一切尘埃，还心里几分自在。清泉如温露，润人润己，观人观心。汉家红茶，茶色温厚润泽，条索挺细，清甜香馥郁。观青丝风华深，两世暗部会君等，三生若无玲珑雨，四季不度美人庭，八方来客自安心。玉泉高至，涤净凡尘，通过悬壶高冲，甘泉犹如高山瀑布，使茶叶在杯中随水流翻滚，起到唤醒茶叶、滋润茶叶的作用。茶如君子之行，静以修身，静居则安。静是一种安详平和，是一份怡然自得。跋涉人类的历史，茶香覆盖天下，以水的浩瀚传播，以茶的神韵发扬光大。没有什么比时间更为永恒，没有什么记忆比一缕茶香更让人寻味。当时光发酵为人香，生命因渗透而格外成名。茶的茶汤醇浑宜酿，清甜宜人。一方山
是一方水，一方花为一方镜，一方人情绘于心，一方深情品佳名。举案齐眉敬奉佳名，如此山水如此画，如此佳人如此茶，一杯好茶敬奉天下。品茶有三乐，一个人沉淀内心，静心品茗，放下一切，依心而行，此为一乐。对品得趣，众人相对品茶，两位知己相对品茗，无需多言，心有灵犀，此为二乐。众品得会，众人相聚品茶，相互启迪，会则天下。一杯佳茗在手，我们用拇指、食指护住杯身，中指托住杯底，形成三龙护底。女士可翘起兰花指，寓意温柔大方；男士则收回尾指，寓意做事有头有尾，大权在握。敬品香茗。一、观其汤；二、品其香；三、食其味。一杯好茶分三口品，第一口用舌尖细细体味汉家红茶特有的甘、鲜、润；第二口用牙齿轻轻咀嚼茶汤，感受其特有的顺、滑、绵、柔；第三口可用喉咙用心体会汉家红茶的柔顺生津，喉韵悠然。人生的岁月就像手中的这盏茶，由淡至浓，愈品愈香。愿多年后，在时光漫步中蓦然回首，会有一盏茶陪您走过风霜雨露，回想起陕南的风土人情，犹如这杯清甜香馥郁的汉家红茶，温暖着你我的时光。人生有千百种滋味，鹏翔茶宴与您共同回味。茶艺表演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。感谢茶艺师们为柳美画的。